Okay, so our next sentence is quite long, so let's see how we go. 你姐姐说三天就能做完，但已经四天了，他才做了。你姐姐说三天就能做完，但已经四天了，他才做了。你姐姐说三天就能做完，但已经四天了，他才做了。你姐姐说三天就能做完，但已经四天了，她才做了。